时候呢，我们有时候清不干净牙齿后面的部分，这个时候要注意，刷后面的牙的时候呢，不能完全张开嘴，而是要闭上一点点，才能，牙刷才能伸到后面的部分，然后容易清洁一点。然后，但是刷到里侧的时候呢，再可以在牙齿，我们的嘴可以再张开一点，这样可以清洁里面的部分。